我都害怕咱是白费了，可咋了？你想白交上银行来啥了？这都比死钱儿多了，也不知道中不中。俺妈俺俩验康了以后，就是不识馅的开抽，也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啥症状。我这都开抽了快半个月了，还是开抽。晚上的时候开抽了，晚上喘不过来气儿。俺妈也是开抽，搁家中药也吃了，西药也吃了，还是吃不住劲儿。有很多人就说，很开抽的情况下会有那个白肺。今儿个让小妞带着俺妈俺俩上许昌去拍个片儿，检查检查，带着之前的药，看看还能吃不能吃了。不是你比我开抽还得厉害嘞，拍个片儿看看也放心了，中啊，有必要早治。好，点着茶，走着喝着。这会儿不好停车，小妞给车上看着。俺妈俺俩反正挂了药科室，俺俩一块儿去看看。需要拍片了，拍片；需要检查了，检查。搁这查查看看有肺没了。俺妈的剩了3.8毛了，搁这充个肺。也充治疗了，上三楼跟呼吸科先挂个号。对，我们这你坐电梯啊，可不得劲。有个爱心座椅，你坐那儿到了。这么多都是搁这等着看呼吸科的，搁这排队，安排到46、47号，给上边看了医生了，然后搁这做个 CT， 搁这排队等着，可能得等到快下班的时候了。今儿个也不知道能不能出来结果。俺妈先去里边坐，今儿个还出不了结果。咳嗽的时间长了，心里头都是疼的，然后脸都觉得有点浮肿。这个妈妈俩的都做了了，今儿个出不了片儿，24个小时以后出片儿，估计得等到后天了。俺今儿个来的先晚，然后得等到后天早上才能出片儿。来的早也不中，人这么些样。反正这一份都是害怕。给医院排了一上队，给了俩不得劲回来了。这片儿没出来，也没擦片边，没法拿药。医生说的这药了还要先吃着，给家啥子？